看第二个，他说 px 这个多项式哈，除以这个跟这个的话，它的余式哈，分别是这两个啦。那么 px 哈除以这个多项式的话，那么它的余式多少？我们看，这 px 哈除以这个的话，余式是它嘛，所以可以写成 qex。乘以 2x 加3平方，再加多少 ？x 加6，然后呢，除以它哈，余式是这个嘛，所以 px 也可以写成 q2x x 减2的平方，再加 78x 减99。那现在问一个问题，就是说它除以它的话，余是多少？好，那 px 哈可以写成 q 3 x 2 x 加3平方乘以 x 减2的平方，那、啊、加多少？那因为它除以那个三次嘛，哈，所以的话它余是哈最高是两次，所以这个余是可以写成 ax 平方。加 bx 加 c。 好，那我现在哈 ，ps 给它带多少？二分之负三。那是带二分之三的话哈，就得到 p 二分之负三哈，这个等于多少呢？这等于零的啦，所以剩下多少呢？剩下二分之负三加六，这个等于多少？二分之十二哈，十二减三就是二分之九。然后呢，你把它带入这个，这也等于零嘛哈，二分之负三等于零，所以剩下这个，那就多少？就二分之负三的平方，四分之九，二分之负三的哈，四分之九 a， 那再减掉二分之三 b， 再加 c。那这样我就得到一个方程式。好，那、啊、再来，我给它带啊，带二，带二的话哈 ，p 二等于多少呢？等于这个是带二，七十八乘以二，二八十六，二七十四一百五十六，一百五十六减掉九十九，这是七，五十七呀，这是等于五十七。然后你给它带入这个的话，这等于零，带入这个的话，四 a 加二 b 加 c， 好、哦，那这个又建立一个方程式。好，阿展，我们哈、哦、给这个呢微分，好，我们看哈、哦，我如果令这个等于零的话哈，就等于是一个方程式嘛，这个方程式它有根哈、哦，二重根。是二分之负三啦，那我给它微分以后的话，变成有一重根，也就是说，我 px 哈，我给它微分，那这个多项式哈，我给它微分以后，令它等于零，有 2x 加3的一重根了，所以我可以把它写成 q1 哈 x， 因为它有这个一重根嘛，所以是 2x 加3。好，那再加多少呢？再加这个微分式，加多少？加一啊。好，那一样啊，我把这个哈、哦、方程式给它微分，这个因为它有什么，我这令它等于零，它有这个，这个是那个 2x 加3的那个二重根嘛，我给它微分以后，这个它会有一重根，所以我就给它微分等于多少呢？这我叫做 q3 好了，我这微分我叫 q3， 它、啊、因为它有这个一重根嘛，所以可以写成 2x 加3。那、啊、再加多少？后面微分是 2ax 再加 b 啊。那我现在给它带多少？二分之负三，所以得到多少哈？得到这个是一哈，啊等于多少呢？一等于哈，因为这带二分之负三的话哈，这个就等于零了嘛。带二分之负三，这是 2a， 二分之负三是负 3a 再加 b 啊。二分之负三嘛，负三的加一等于。好，那这样的话哈，
我就有三个方程式联立了。好，第一个方程式是多少呢？四分之九 a 减二分之三 b 啊，加 c， 这是等于二分之九。那第二个方程式是四 a 加上二 b 加 c， 是等于五十七。那第三个方程式是，负三 a 啊加 b 哈，这个是等于一啊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解这个方程式。好，其他的话哈，我们就可以把它擦掉。我们现在解这个 a b c 啊，好，那于是就是 a 的平方加 b x 加 c 嘛。哦，现在要求这个于是啊。好，那我就第二个式子哈，减第一个式子，把它减上去。减上去以后的话，是四减掉四分之九，就等于四分之十六减九是七啊。哦，四分之七 a 哈，那再加多少？减上去二分之七吧。哦，二分之多少呢？七 b， 那等于多少呢？减上去是这减上去就没有了，这减多少？二分之一百一十四嘛哈，减掉九，这是五一百零五了，一百零五，哦，这是二分之一百零五。好啊，这个可以哈，给它约掉七，七一七哈，七五三十五了，再给它乘以四。就是乘以4的话，这是 a 加 2b 等于30，那再跟这个联立，负 3a 哈加 b 等于1了。然后我现在这个给它乘以2，乘以2减下来就多少呢？ 7a 吧。好，这是 a减掉呢，负六 a 七 a， 七 a 的话等于三十二，减下来是二十八，所以 a 哈就等于多少？七四二十八。那 b 呢 ？b 就带这个 ，b 就等于一加三 a， 三乘以四，这是三呐。那 c 啊 ，c 就随便带一个 ，c 的话就等于五十七，减掉四 a。啊，再减掉 2b 是13，那这样多少呢？ 16加上这个26嘛，12 42， 57减42 55了。好，那说于是就算出来了，于是4嘛，4的话就是a 是4嘛， 4x 平方嘛，啊，加 b 是 13x， 再加 c 15，这个就是答案。